家好，我要接受介绍。我的名字叫穆尼亚，我今年三十几岁，我的身高150公斤，我的体重50公斤，我信仰回教，我结婚了，我有一个小孩，我的学历高中毕业，我有两个兄弟姐妹，我已经在香港工作3年4个月，我会照顾小孩，打扫房子，煮饭煮菜买菜。我想告诉这个，我个名叫穆尼亚，我今年30岁，我已经在香港作业，照顾 BB， 买书，清洁房间，煮饭，煮书，多谢先生，拜拜，在香港见，拜拜。